下面来介绍一款人脸识别开关，这个也就是一个开关功能，主要用在设备通电，或者是汽车辆的通电上面启动上，这个呢就是人脸识别器，这是主机，这里面有按键可以设置，也可以输入密码，这地方是窗口，是识别窗口，这个呢是还配了一个控制器。这是一个控制器，那这个控制器呢就是要接在这个主机上面。控制器要有两组线，一组呢就是有一个插头要接在控制器上，接在这个人脸识别器上面，这个七个孔的插口，这对准七个针，这个插进去，这边就插完了。另外一边就是要接线，接电，接在这个电上面，代替开关线。我们现在的主要是介绍怎么样接在汽车上面。这个呢有四根线，分别是红黑线和两根绿线。红黑线就是电源线，黑线接负极，红线接正极。这款是12伏的，那只能接在12伏的这个电上。绿线呢是开关线，人脸识别成功之后，它通过了就接通，然后再通过就断开，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功能。那我们来看这个怎么接在车辆这个开关线上。车辆呢这里有一个模拟装置啊，就是通过钥匙来接车辆这个启动。那这个车辆一般是有三档，钥匙有三档啊，关钥匙，然后呢第一档就是通 ACC, 这个红灯亮代表 ACC 电接通。第二档是 ON 接通，也就是一些空调啊，这些和那个油路。那为什么有两个绿灯两根线呢？它是有一组线的时候会断电。在启动的时候，我们第三档是启动，启动的时候你看红灯亮啊，红灯亮之后有绿灯和那个 ACC 线就断掉一组，中间那个绿灯大绿灯是不灭的，说明这是油路，它是不能断电的。那我们这个人脸识别器的这个电红线是要接在这个 ON 线上，那我们把它分别叫成 ON1 和 ON2， ON1 就是启动不断电， ON2 会断电。那有的是 ON1 ON2 都不断电，那就无所谓了。现在我们来找这个线，怎么找这个线？这一般是用一个万用表。万用表呢，这个负极我们接的搭铁，这边这个黑线这个代表是一个搭铁线。好，我们来测。一般钥匙开关上就有5到6根线，那这里面分别就是长火线，然后 ACC、ON 两个 ON， 然后一个启动。然后我们来测量一下。测量的时候呢，就先是一个一个的排除。我们需要找的是 ON1， 也就是启动不断电那个线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是关钥匙就可以自动把电就断掉了，就恢复到设防状态。那我们来测这些线，这五根线的时候呢，万用表测，那也有一根线它是有电的，这个线呢在关钥匙有电的线就是长火线，这个线我们要排除它，这个线不是我们要找的，然后这个线是中线，我们把它排除掉。然后第一档有电的线就是 ACC, 我们再测，这里，那么就是只有这个线绿线是有电的，那这 ACC 这个线也不是我们要找的，也把它排除掉。那现在剩下三根线了，应该是有两个 ON 线和一个启动线，那就第三档我们再测一下。这里这个黄线是没电，也就这两个线有电，说明这两个线呢是 ON 线。那么哪个是 ON1 哪个是 ON2 呢？我们就要通过来拧第三档车来测，也就是断电的就是 ON2，不断电的就是 ON1, 第三档，好，这个断电了，说明这是 ON2, 那么这个线呢它不断电的线，就是 ON1, 我们其实就要找的是 ON1, 那剩下那个线就是启动线，我们得测一下启动线是什么现象呢，就是启动的时候它有电，一回钥匙它就没电了。好，这样的话呢，就是我们就找到这里的这个黄线和黄线，这黄线是启动线。这是 ON1, 这个红线是 ON1, 我们这个人脸这个红线通电就是接在 ON1 上。那么黄线呢就是启动线，它控制起来呢就是要控制这个黄线的通断，也就是把这个黄线要剪断。剪断之后呢也就不能启动了，你看我们断了电之后再拧钥匙，这个红灯就不亮了，说明是启动机就不会转了，就不能启动。然后用人脸识别的开关来接通这个启动线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达到一个人脸识别专用的这个一个作用。
来这个接中这个绿线接在那个简端线的两端，任意一根线都行，这个没有什么正负之分。然后中间呢，我们还配了一个应急开关，也就是说，在不需要这个人脸识别的时候，可以用通过开关，或者人脸识别是坏了，通过开关恢复钥匙。啊，我们现在接通时候它是启动的，线，但是呢红灯不亮，说明它是断开的，它是不能启动，啊，就不能启动。啊，我们这现在就是把这个接上之后，啊，现在是把这个黑线搭铁。啊，这个时候这个就会接通了。我们先重新看一下啊，第一档 ACC， 指纹脸识别器是没有反应的。第二档啊，指纹就开始亮，大概六七分钟就可以启动好了，这时候就可以人脸识别了。这时候启动是没反应的，红灯是不亮的啊。这个这那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把这个人脸存进去，录入人脸。那怎么录入呢？啊，这个里面有菜单，基本菜单就可以了。我们菜单是按那个 menu， 好 menu， 然后第一选第一，也是第一，好，这个是第四 face 第四项，请注视摄像头，然后把人脸放过来，好，这是存好一个了，然后存好一个可以接着再存第二个，这里可以录入人名，这 OK， 请注视摄像头，好，就是这样。我们最后是可以退出了，我们这时候启动不了，我们人脸再识别一下，好，这时候呢就接通了，一秒钟之后接通，你看这个是可以启动了，然后我们再识别它又断开，好，又启动了，又不能启动了，红灯不亮。那我们断电之后，只要断到的 ACC， 它也算是断电，因为绿灯不灭不亮了就是断电。这个时候呢，也是启动不了，就不刷脸的话是不能启动的。啊，刷脸，